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林佳龙马不停蹄在新北各选区来拜访，针对新北的建设跟愿景，不断的向市长侯友宜撒战帖，要求辩论。不过侯友宜表示市政繁忙，时机到了就会去做。林佳龙则怒批这是在企图拖延，更抓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访的景美人权园区周边的观光规划议题，不满新北市政府建设消极。一下车被支持者热情包围，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到永和保福宫参拜保生大帝，祈求平安。毕竟对岸大规模军演，不过他难得和市长侯友宜看法一致。台湾的国家安全，大家要团结支持政府。那这时候不分朝野，大家团结一致，维护和平以及区域性的稳定，台海安全。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不过，对政策议题，林佳龙不断向侯友宜下战帖，要他出来辩论。侯友宜冷回应：现在光市政的行程啊，每天市民需要我做的事情非常的多。未来的事情时机到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会去做。这就是侯氏风格，能拖就拖，不愿意去面对。问题辩论不是一方施舍给另外一方。林佳龙也抓紧佩洛西参访的景美人权园区，批评侯友宜对于周边的建设很消极。我们没有看到新北市现在有任何的规划或配合，这个一定要先做规划好，怎么样利用交通来带动观光。吴纳园区吴纳部有相当的一个规划，那目前还在审议当中。那有关新北市这个部分都会做好积极的配合。选战倒数，林佳龙连抛市政议题，和侯友宜隔空交火。记者傅尚黄晨波新北场报道。